者钟志海台北报道。本土巨明星李亮紧扎八点当初意外撞坏了脸，他上金牌搭间谍说出细节，表示为左脸被撞，鼻孔一直流血，脸肿胀，鼻血流不停，看诊却又一堆波折。他说检查加上看报告有耗掉两周的时间，最后确诊是左脸骨头断掉，经过治疗虽然愈合了，但因为延误治疗时间，左脸血管被往前推，因此留下黑眼圈的后遗症。医生也说有次在拍戏期间因为蛀牙而拔牙，不料导致扁桃腺发炎，脸肿到挂急诊，值班医生见状直言情况危急，要立即做切片检查。医生说因为蛀胀位置很接近脑部，有可能感染蜂窝性组织炎或脑膜炎。隔天一早，主治医师看完报告火速进手术房帮我开刀，医生说如果再晚个半天就可能奇迹了。手术也让医生的脖子留下一道10公分长的明显疤痕，李亮紧左脸骨头断掉，留下黑眼圈后遗症，中天提供医症扁桃腺发炎，手术留下一道10公分长的疤痕，中天提供